Hello， 系 April， 今日就同大家去中环海滨长廊寻找郁金香啊！中环一直都俾人有种商业化同埋繁重嘅感觉，但原来呢度都有想令人放慢脚步同轻松嘅一面。今年因疫情嘅关系，花展就以新形式举行，分拆于全港18区原铺展出。上次就近近地去咗大埔嘅西方原铺，睇完觉得真系好靓啊，所以心思思又想再睇下第二个。但除咗18区原铺之外，仲有两个特色花圃，位于中环呢一个郁金香花圃就系其中一个啦。如果坐地铁嘅话，可以坐到去金钟站 A 出口，一路向龙和道方向行就可以到噶啦。但如果揸车嘅话，可以泊喺香港大会堂隔篱嘅天星码头多层停车场，或者附近嘅咪标位。同样沿住龙和道行过去，大约5分钟就到噶啦。一去到已经见到一条长长嘅人龙，见到咁多人真系有啲吓亲啊！好彩呢个原铺系有人流管制嘅，每次入园观看时间为10分钟，包保大家有足够嘅空间同时间去赏花。如果大家真系觉得唔够时间影相嘅话，都可以随时再排队入场嘅。话明郁金香花圃就梗系以郁金香做主角啦，呢度就种咗5颜6色嘅郁金香，而且花圃嘅设计都好有层次，中间仲有个小千秋做装饰，就好似置身咗喺外国嘅小花园咁。不过当日我见到有部分嘅花都开始凋谢，但同时又种紧一啲新嘅郁金香，所以睇得出佢哋都有不停更换新嘅花嘅。虽然今次唔算系最盛放嘅时候去睇啊，但系都系嗰句啦，喺疫情下仲可以欣赏到咁多色彩缤纷嘅郁金香，就已经好满足啦。不过老土啲都要提提大家，虽然呢度系有人流管制，不过呢度地方都比较细同埋多人，大家记住戴好口罩，保障自己同其他人嘅健康啊！行完个花展，咁难得嚟到，梗系要周围行下啦。讲开都有啲惭愧啊，其实我从来未真正行过呢个中环海滨公园噶。所以今次就趁住睇花展，都可以俾我有个机会行下呢个海滨长廊。我见到周围都有好多草地啦，去俾人哋野餐啦，小朋友都可以周围跑下，又玩下滑板车咁。而海旁咧都会有啲瞭望台去俾人欣赏下维多利亚嘅景色。这个公园虽然不是话好大，但都几啱情侣嚟睇下海景，又可以拍下拖，一家大细都可以嚟散下步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，大人又可以打下卡。当日太阳又唔晒，都行得几舒服。再行过啲就会到达摩天轮嘅位置。其实呢个摩天轮起咗咁耐，我都净系坐过一次咋。你哋又坐过几多次呢？呢度又系好适合小朋友嚟嘅地方，我见到呢度咧都有啲恐龙摆设啊！呢度咧都有好多摊位游戏，例如射击游戏同埋遥控船，唔好话小朋友啊，连我都觉得好开心啊！喺摩天轮嘅后方仲有一个旋转木马添啊！见到个旋转木马转下转下，啲童年回忆翻晒嚟啊！喺旋转木马旁边咧，都会有个凉亭俾你休息下、影下相。隔篱
咧都见到啲夹公仔机啦，不过咧头先见到有人玩嘅时候咧个爪好松咯，所以都有啲揾笨。如果玩到肚饿，喺夹公仔机隔篱都有个小食亭，呢度咧会有雪糕啦、果汁同埋街头小食等等嘅。另外呢度咧都有几多得意嘅摆设，可以俾人影下相、打下卡。不过我谂夜晚咧开晒灯之后会仲靓啊！另外咧，我见到都有个室外嘅戏院，上网睇啲价钱咧就有啲贵啦，同埋啲戏都系旧戏，咁呢个就觉得唔系好吸引啦。头先都介绍咗咁多游戏啦，其实啲价钱咧都几平噶，全部都系二三十蚊玩一次，仲有啲有套票优惠添。例如40蚊咧就可以玩晒摩天轮同埋旋转木马，但因为当日咧我哋都冇带到小朋友嚟啦，咁所以谂住下次咧就带埋小朋友先再嚟玩啦。总括嚟讲，我觉得呢度都几适合一家大细啊。首先可以去公园草地野餐，又可以欣赏下花卉展，之后喺周围散下步，睇下海景，最后又可以带小朋友去玩下旋转木马同埋坐下摩天轮。喺繁华嘅石屎森林下，都可以享受一个悠闲嘅下午啦。今次就介绍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欢迎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下次有咩好玩好食再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